在之前呢，我们有学到 base 换去其他的 base，OK，base 其他，然后我现在有 base 其他，之前又有 base 其他换去 base 10这样的一些东西，然后这个时候呢，你就有没有想过，我现在有一个东西，它是1652 base 8。OK，不要了，1652很大，我就直接152 base 8。OK，好，我有152 base 8的时候，我要把它变成 base 2，题目要它把它变成 base 2。OK，这一个时候呢，这一种题目呢，题目它直接讲 base 8换 base 2，然后你 base 8换 base 2的时候呢，其实很简单的，你只要在它中间的过程换成 base 10先，然后再换 base 2。所以八换十会吗？然后十换二也会啊。所以你的这边152 base 八的时候，你有八 power 零、八 power 一、八 power 二，然后这个是1864，所以我这个152 base 八等于1个64加5个8加2个1，所以它会变成64加八五四十再加二，所以它会变成106。OK，所以它是106 base 10，然后你的106你再除以2的时候，520乘55余0，然后再除2的时候224622余1，我再除2的时候122326余0，我再除2的时候622余1，我再除2的时候326余0，然后我再继续除2的时候，它就会变成122余。所以降上去的时候，它会变成010101，然后101，然后010，OK，好。然后在这一边，假设我有另外的一个东西，我有什么111 base 2，然后101，然后就这样的一个东西，我要把它换成 base 8，我要把它换成 base 8。所以这个时候呢，你就先 base 10先，你把它换成 base 10先。所以你的这一个呢，它其实是什么？我们知道它是一二四八十六三十二六十四，然后128。所以这个东西呢，它的这一个会是111011 base 2呢，它会变成128加六四加三二加。八加四加二加一，OK，所以在这一边的时候，我就有数，这个你就要用计算机来，按照128加64加32加8加4加2加1，然后我拿到的是239，128256256减掉16，然后是对，啊，来，然后再减一，OK，好。来，在这一边，它这个会变成239 base 10，然后你的239 base 10的时候呢，我就在这一边，我要换成 base 8，然后我的就除8咯，所以我就有239，我除8，8，384，2846，然后79，就98972，然后17，然后我在这一边8。OK，然后3824，然后它24就5咯，OK，所以它会变成357 base 8。OK，当然我们还可以有 base 3换 base 9，base 9换 base 3啦、啊。所以假设我有27 base 3的时候，没有27 base 9的时候，我要把它换成 base 3的话，OK，我先把它换成 base 10。所以我就有9 power 0 9 power 1，然后这个是一，这个是九，所以我的27 base 9的话呢，它是2个9加7个1，2918加7，然后它会变成25，所以25 base 10我要变3的时候，3824余1，然后3326余2，然后上去，所以它会变成221 base 3，OK。然后，如果我这边有什么1221 02 base 3的时候，
我要把它变成 base 9 ，OK，这样我先换成 base 先咯，所以这一个是3 power 0，3 power 1，3 power 2，3 power 3，3 power 4，3 power 5，然后1 3 9 2 7 8 1 2 4 3，所以在这一边的时候，我这一个1 2 2 1 0 2 base 3，它会变成一个2 4 3。加两个81，加两个27，加9，加两个1，所以计算机按一下，我就243加2乘81，加2乘27，加9乘，然后再加2，然后拿到的是470，对，470 base 哦，要换 base 9的话，除9，九五四十五，然后四十五二十，然后二余二，然后我再除九，九五四十五，然后余七，所以它会变成五七二二对，然后这一边是六加一七对，然后三加二五对，OK 好，所以我用刚刚用特定的方式来。确定我的答案对的，然后那个特定的方式我会在下一个影片再教，OK，所以只要它是不是10的，换去不是10的时候，我们就要把它换成10，然后再换去另外一个，OK。